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嗔。现代人呢往往火气很大，因此呢整个社会呢就弥漫着一股暴力之气。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改善这种嗔的气息呢？我们现在就来请教圣严法师。法师您是不是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在佛经里面怎么样来解释嗔这个字？嗔我们又叫它无明火，这是啊由于贪不能够得到啊满足，或者是啊贪已经得到了可是又失去了，所以要嗔。还有呢，对于个人自己非常在乎，能够顺自己的意的，这个就很欢喜。如果能够顺自己的话，那就嗔根本不可能发生。可是我们在世间上啊，殊为不如意事啊，十常八九。因此，遇到不如意的事，心中就有火气，火气那就是嗔了。所以嗔里边要包括啊，怨恨、愤怒和啊这个仇视，这都是算是嗔的。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应该釜底抽薪。首先呢，要想到，第一，嗔是没有用的。只有不嗔呢，对自己有好处。我们如果嗔的话，结果不是用嘴巴对待对方，就是互相就是对骂。或者是呢就用啊拳头用脚，就变成了肢体的冲突。那么对自己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损失，还有对他人来讲也是啊不是很公平的。我们应该听听人家的意见呢、应该能够体谅对方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嗔心呢就会减少。另外一种啊，人的习气很难改，脾气啊动不动就生气。你叫他不要生气他也知道生气不好啊，我不想生气耶，可是呢动不动他就不能不生气。那么遇到这种情形，我们最好能够啊做点功夫啊。我常常叫人家呢生气的时候怎么样，要看看自己的鼻子，注意自己的鼻子在啊怎么样在呼吸。我能够呼吸实在是很幸运的，这么嗔心的时候啊，自己寿命可能更短一点呢。我们发嗔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细胞不知道要死掉多少。我们发嗔恨的时候啊，很容易引起啊我们的精神的一种啊不稳定，引起我们的身体上的呀一些疾病。所以是发嗔恨心呢受害最大的是自己。所以是如果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之后啊，嗔恨心大概会减少一些。是还有嗔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啊这能够用慈悲心或者是用智慧来处理的时候啊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用斗争，用强权，用啊愤怒，只能够说一时间人家有点怕你之外，但是呢根本问题不能解决。所以最好的办法自己要了解嗔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有我们要看到心量大的人他成功率比较高，一位伟大的人他不会随便呢动嗔的，时时动嗔的人，这个人呢第一人能怕他，第二他永远呢不可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人。所以我们要做一点修养，那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是那么佛曾经说过，释迦牟尼佛说过，他说忍辱的功德比持戒苦行还大。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就是面临到别人发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忍辱呢？
是这个样子哈。人弱的意思呢，有两种啊。第一种，对逆境要忍，那主要的是啊，在逆境现前呢要忍。那么第二种啊，对于啊顺利的境界出现，也要忍。顺利的境界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得意忘形。得意忘形的同时，稍微遇到一点挫折，马上嗔恨心就会起来的，所以不要得意忘形。因此呢，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持啊平静的心态，这个叫做忍。忍并不一定呢，见到任何事说我就好吧，我就好好的忍着吧。这个忍的意思，不是说逆来顺受，而是说我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不要冲动的马上做反应，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怎么样子反应才是最好的，在什么时机反应才是最圆满的，这个叫做忍弱。是。那么是不是嗔心重的人，是不是也就是说自我心太重了？一定是这样子。太在乎自己的意见，太在乎自己的得失心，得失厉害，太在乎自己的面子，很多的事都并不是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但是为了一点点小小的面子的问题，就要跟人家争一个长短，甚至于你死我活，像这种情形呢，实在是犯不着，实在是啊很可惜。因此呢，我们当嗔心起的时候啊，首先想到留自己一个退步，给人家一条路走，那彼此都能够啊通过了，都能够平安了，多好。不要站在一条独木桥上啊，你争我斗，结果两个人都翻下桥去，多不合算。所以当嗔心发起的时候，首先考虑到我嗔是不是对方也会嗔，那么对方也嗔我也嗔，那两个人就有问题了，两个人都倒霉了。如果我自己嗔发嗔心，而对方不发嗔心，那对方是受害者，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还是啊对方占了便宜。为什么呢？对方没有嗔呢，是我自己嗔呢，所以我发脾气对方没有发脾气呢，是我损失大他损失小。不要认为压制的人家自己好像洋洋得意啊，这个是错误的。谢谢师父开始。